大家好，我是陈兆琴老师。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讲故事的，而要和大家特别介绍一个新的讯息和平台。我们都知道，在这疫情的情况下呢，每一个人都乖乖待在家里，不过很注重的健康的饮食。顿时间呢，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家庭厨师了。不过人家说啊，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要煮一道好菜给家人吃是不简单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特别介绍一个平台。这个平台叫什么呢？叫 webmarket.online， 它是供应你需要的、我需要的食材给你。它有什么方便呢？第一，方便呢，就是它已经把食材分配好了；第二呢，就是价钱公道；第三呢，服务好；第四呢，选择多；第五呢，新鲜的供应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好东西一起来分享。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平台，用你的手指指向荧幕下方就可以了。